你自己念给朕听听。最好不要吧。什么叫最好不要？叫你念你就念。走进一间房，四面都是墙，抬头见老鼠，低头见蟑螂。你这是什么诗？也是写诗。还敢说写诗？我以后不写诗就是了。这也是你做的诗，也念来听听。门前一只狗，再啃肉骨头。又来一只狗，双双大破头。你这种诗也算是诗吗？你也教得出来？师父说了，你给我做鬼打架也好，狗打架好，一定要做首诗给我。没办法，我想还是写诗一点。这鬼打架我没见过，狗打架我见过，所以就做了这首诗啊。可是师父说了，用得还不错。